这是谁啊？没见过。不会是从哪儿坑蒙拐骗来的拜金女吧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这弄得到处都是。我带你去整理一下。你就是秦芷柔吧？我看过你演的电视剧，我特别喜欢。想想，不用这么见外，叫我芷柔就行了。我从小跟，就是傅思涵傅总，我们两个啊很熟的。以后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找我。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我想到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来脱下来。好，这个呀是我在法国的时候拍戏用的，今天给你应应急。真好看。你倒是挺会扮猪吃老虎的。彼此彼此，承让承让，那就为我们的相识来干一杯吧！你看看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！来来来，别慌别慌，围上围上，这条围巾还是跟你比较配呀、太配了，太……你快放！我这有真正的云氏集团千金的照片，爸，你看，这是真正的云氏千金。你看着他鼻子，你再看他，你看这小眼睛，你再看他，还有这嘴巴，这眉毛，没有半点相似。蓉蓉啊，你小时候比他更难看呐。女大十八变嘛。姑姑是觉得我小时候长得太丑了吗？姑姑不是这个意思。姑姑要是想要我的照片，直接告诉我就行，不必派人去查那么麻烦的。你赶紧跟香香道个歉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爷爷。姑姑也是好心嘛。既然想想替你求情了，那就算了。跟我在一起有八大注意事项。第一，我不喜欢你，所以不要奢望跟我发生任何亲密关系。你想太多。第二，我不喜欢八卦的女人，所以不准过问我的私生活。第三，我不喜欢聒噪的女人，所以你在这个家发出的声贝不能超过40。忘了告诉你了，跟我住一起也有注意事项。不过呢，我可没你那么多条条框框，就一点，不要试图改变我。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收集漫画素材，就是喜欢八卦你的私生活，就是喜欢发出超出40分贝的声音，就是喜欢吃你不喜欢吃的东西。可是副董事长已经认定我是你的未婚妻了呀。如果我不干了的话呢，你去哪儿找那么一模一样的云氏千金呢？太像了，真像。香香，吴香香，别说，时间不早了。要不然您先休息，我帮您照顾云小姐。没事，你先回去吧。您要亲自照顾她呀？我没那么关心她，我是怕她生病了之后的戏不好演。
嗯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副总对一个女孩这么上心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是一个合格的助理，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，什么时候该消失。我就先走了。